好来看，最近伊拉克的一个小镇上空出现了奇特的云团，各个云朵凸起，如同落地的葡萄一般，塞满整个天空，美轮美奂，令人震撼。据气象专家介绍说，这种云叫做乳状云，又称乳状积云，通常出现在积云的下方。当下沉气流中较冷的空气与上升气流当中较暖的空气相遇，才会形成一个如同带子形状的乳状云，是自然界少有的奇观。